周杰伦新歌上线，与阿信合作说好不哭，却唱哭了很多人。2019年9月16日晚上，在千万歌迷的千呼万盼中，周杰伦的新歌说好不哭终于上线了。在他的这次新作品当中，不光是方文山作词，周杰伦作曲的原来配方还加入了很多的新鲜元素。这一次的 MV 当中，周杰伦也是和五月天的阿信来了一次合作。天台的钢琴，风中的吉他，动人的歌喉，一切都是那么的让人泪目。在这部作品当中，周杰伦融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。如今婚姻生活幸福美满的周杰伦也对爱情有了新的理解。这首歌能唱哭歌迷，不光光是因为周杰伦时隔这么多年的再次发歌，还因为他和阿信的同台合作，还因为歌词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。